南韩女团 LESSERAFIM 今天在官方 SNS 公布了出道专辑 Fearless 的第二个主题 Volume 二 Blue CHYPRE 的团体照和个人照。 LESSERAFIM 将于5月2日下午正式发布出道专辑。在公开的照片中，女团 SERAFIM 成员们身着美人鱼服装，秀出优雅身材，六位成员的完美视觉组合在身旁的五彩花朵和水下布景中熠熠生辉。网友和粉丝们纷纷留言，以后的妆造都请以这组照片为标准，拜托了，盲猜美人鱼为了感受速度与激情，自己割尾巴上岸开车，这套预告照太惊艳了，全员都拍得很美等等。除了团体预告照之外， LESSERAFIM 成员的单人预告海报也被公开了。队长金彩媛以华丽的珍珠耳环和抹胸打造了又纯又玉的形象，成员金佳兰则以清爽而迷人的眼神吸引了人们的视线，小樱花以闪闪发光的亮片裙展现了人鱼公主般的外貌，令人无法移开视线的华丽外貌和独特的概念，让粉丝们对于即将公开的 LESSERAFIM 今后的活动给予了更大的期待。前几天发布的第一张概念图展现了 LESSERAFIM 成员们作为赛车手的威严魅力，今天的第二张概念图则散发出神秘色彩，这样对比一下，谁能猜出 LESSERAFIM 会用什么样